我要用钢筋山头，你是咧哭啥话？醒啊！你起醒啦！干面，你哦，这大度，拍我的手拍到这大力，啊，哭到这歹听。就算我今日去到阎罗殿哦，我嘛一定啊，行转来跟你骂两句。啊，你够要搞骂哦？你是不是会有弟弟啊？所以你不是跟他安尼清醒起来哦，你是安尼所有的代志拢想起来是不？会啦，虽然不是全部代志拢总记清楚，阿哥，伫江家这段时间发生的代志啊，我全部拢会记。是啊，安尼真好啊，真好。你敢知啊？你知嘛？我为着你个过命的代志，我现在烦恼个没吃没困的，我是最希望你会当哦。会当啊！跟你做伙烦恼个没吃没困哦。好啦，我知你心内哦真艰苦，所以苦逼也一条。我这老兄弟会跟你做伙面对，想叫咱两个小欠债，唔通去哭啊！好啦好啦，我来听你讲哦，我就放心啊！哦，啊对啦对啦。来礼品哦，甲温瑶哦，去副院长遐哦，看你的报告啦。我呢哦，紧打电话甲伊讲一个好消息，你绝对是安尼怀疑个，你变过去哦。哎，先唔当。是安怎？哎，我发现有一挂代志真奇怪，嘛因为这个代志甲你有关系，所以我想我先甲你参详了，再来决定要安怎做。什么代志啊？只要问，要听我讲。哦，来来来，这就问你啊，来，您讲您讲。这回啊，我出意外，是甲家风做位联络的。家风？嗯，杨香水啊，要走去山顶给我等掉。后来我溜到山下，竟然我看到家风伊受伤，而且还走用香水了。啊，家风老可能爱用香水来做伙啦。还是讲，你讲家风受伤，伊是倒位受伤啊？我去是倒手出血，还是讲安那受伤的，我都无得确定啊。家风受伤，家风受伤是安怎？金玉无卡电话甲我讲啊。我知影这个代志有真侪所在无合理，但过我讲的全部拢是真实的。哦，迄那尊公哦，你讲的拢是真实的，那呢就无啥物无合理的啊，对不？家风真有可能为着你吼，甲伊用香水去冲突啊？无遐尼简单啊。什么意思啊？爆炸案发生了后，我是不是昏迷去？其实中我有精神，而且我无意中啊，听到杨香水跟人咧讲电话。香港那个假的罗家峰，哪有可能变得过改生活几啊十年的罗再兴嘞？别个我无要管啦，要不我警告你哦。那个罗家峰，万一若出状况，威胁到阮中钱，你就莫怪我逼你先动手啦。假的家风，还佫讲到陈中钱，你有听唔到无啊？我就是惊讲我听唔到去，所以我有去逼问杨香水，看伊到底是到啥物讲电话，甚至我抢伊手机啊，两个人伫楼梯间安尼叫叫来啦。我呀，我才为老弟讨联络伊。敢会有一种可能，真正有两个家风的存在？
两个家风，哎，家风是我的亲生后生呢，啊，我敢会分不出来？吼、哦，我看哦，你安尼头壳真正有伤着啊！你知影我的个性，我袂报台报纸讲这话，这话我我都讲出嘴就是。那就是乌鸦嘴啦！哦，行啊，那就真正足含的嘛。我拄只，唔是叫你爱坐好稳，你先冷静落来，我听我分析啦。我打算你甲我来，我互相配合。我甲你着抓工直接通鸟之手。所以你意思是你要继续安尼急戆戆，啊，等到查出代志真相为止哦。嗯，你这边总算坐稳啊，哦，点下就通啊。即马着人在明，咱在暗，所以我一定要用无威胁的面相啊，做人伫迄样相处的面头前，伊对我才袂退让，安尼咱才有法度查出伊的秘密。啊，无这边杨香水已经甲你载去山顶等着啊呢？我要等去姜家，敢有介困难？名强啊，人气贵，时衰贵气人啊！我出现一遍的意外，我拢死无去。而且唔但死无去啊，搁我发现一挂秘密。这就表示讲我陈忠祥真正是命带骨下袂离，那表示讲啊，我有爱查出真相的任务在身啊。这任务不完成，天公不然那可能才简单，我安尼过松松去做身啊。好啦，下面较温热哦，我来替你问我啦。啊，等你安尼任务完成哦，你家己去干归去干回事嘞啊。那你多谢。安尼刷落来，咱就要做伙坐过山车。这回啊，咱来做伙坐稳啊。罗家富的斗手自残受伤，陈忠祥可能看到。万一陈忠祥等下若是清醒过来，你上我的提防做防备，避免到时会出差错。不能两包。好，我知影。这下害啊！我是要哪制造自然受伤的状况，才袂让正义，佮其他的人对我怀疑。冇紧啦，我冇代志啦。在燕，安怎？阿成阿报告安怎？张祥伊目睭倒，颠倒去了石金街无？什么意思啊？副队长，根据张祥伊脑部断层扫描的报告来推断，伊讲哦，张祥伊这边练落迄山坡卡，颠倒家伊脑部的血管窒煞去啊，所以张祥那是将近真有可能会当恢复正常。会好正常哦，啊敢有影？这声害啊啦！哦，副院长挂保证，啊成啊，是要安怎继续安尼继续讲讲啊？啊！太好嘞啦！成啊，你安尼哦，真欢喜啊哦，干嘛回来啊哦？赞赞赞！阿伯。都将爸讲真实啊！啊，无啊，恁爸无真实啊，伊若真实啊，我一定甲恁讲的啊。喂啊，啊恁哪会安尼问啊？哦，爸氧气罩歪起来啦。阿伯，都将氧气罩刚人顶上过啊。哦，有啦有啦，还有都将个侧面啦，啊才紧哦挡着啦。好，你安尼足细心的呢，安尼小小的变化哦，你都有注意到哦。
即下状况安怎？金玉，免紧张啦。副院长讲哦，爸的状况真乐观，甚至有可能在恢复正常哦。好加载，你也好加载。安尼真好啊。家峰啊，啊你手哪会受伤啊？东祥，东祥你精神好。我哪会白病呀？哎，你出意外啦！你即马感觉安怎？头壳会狂无？你别坐哦！你敢坐稳啊？哎呦！啊！你讲废话，我唔是不倒翁啊，我现在坐袂稳。爱哭的，老兄弟，漂亮姐姐，另外一个可爱姐姐，老兄弟好生。啊，你老老的后生，哦，恁全部拢走来看我哦。啊，我是不是病到足严重呀？多谢。我是不是坐黄衣来啊？唉，我竟然伫个无清醒的状况坐黄衣啊，有够无彩！我一直足想要坐黄衣的，你知无？就是，你还是袂认得我。有啊，你爱哭的啊，我拄则毋是甲你叫过啊。看起来性质啊，未恢复正常。爸，你即马感觉安怎？过度不爽快无？哪有？我头壳比你较清醒呢。呀，金月、嘉芳、超越，我恁想回去，我一只照顾中心就好啊。哎，别个，老兄弟的后生手受伤，所以嘛赶快来住院。紧嘞，紧去找嘞。护理师叫伊伫我边仔遮放一个病床，让伊甲我做伙困伫遐。老兄弟啊，后生，你的手安怎受伤的？你敢是甲我同款，学做车链，为个山坡顶练来？唔是啦，嘉峰规工拢甲我做伙，啊，只是讲哦，拄好阮要来的路的。因为着要保护我，闪路边的一台车啦，啊，结果刷电刀去予另外一台车刮着。啊，不过空嘴无介要紧啦，啊，我有陪伊处理好势啊，恁拢莫烦恼啦。啊，对，老兄弟来，我有一个秘密要甲你讲。什么秘密啦？顶下你做迄土豆汤最好食，我到即马搁咧研，所以你啊后一遍来看我，会记得再来我食，啊，若无你就免来啊。哦，天哪，有啥物问题啦？你要食偌济哦，我拢做互你食啦，吼。阮家风无问题啦，嘛是注意爱炸。好，讲话算话，大哥哥。大哥哥。好啊，我爱滚啊，再见，人工再相见。哦，阿你好啊，休困哦。我去给你昨昏加上一领棉被，你都好，我等你回来哦。嗯。虽然家风的态度真正常，啊，不过我是感觉什么所在怪怪呢？看起来继续观察是一定的。哎，伊往这边，我的确是错误。